宝宝们，你不给我双击，我就炸你！开玩笑啊！天天说我变冰，都看腻了，我也看腻了，不知道玩什么了。哇，好漂亮！汤圆必须有汤啊，再加点料。尝一口。土鸡蛋再来一波，我就不信了，我咬不动它了，一定要咬开它。拿个双击，哎呦我去，再一口啊。老铁们，来，小号开播了，马上开始啊！二子在视频下方叫吃货刘婷。最后一碗了啊，赶紧来吧！你要什么？有啊。我来姐妹，我不能喝了。8点，仓库开播，今天晚上来就对了啊。8点等你们。变冰啊，一天不变我就难受。今天来个不一样的变法，冻了49天的苹果，然后呢，点了。看好啊，一定要成功！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啊，成功！双击666！哇！啊！来，给你来。一人给他叫贪吃鬼，给你一人，自己拿，自己拿一个，一人一个。哎，憋死了，好吃吗？来一口，咱那个时候你妈骂我了，就是。一会儿拉肚子了，可不怪我们。你妈呀，你怎么弄到我裤子上？哎，对不起，手指吗？这没有。哎呀，苦苦的，拿下吃吧。好喝吗？
气的我都不知道吃什么了。黄瓜来一口。他妈硬啊，太硬了。八点半开播啊。哎呀，牙线都咬没了。看一下啊，我们这个脱模看怎么样子啊？应该是会非常好看。哇哇！哎，怎么漏水了？哎，怎么漏水了？挺好看的啊，这里面洞好，臭死我了。宝宝们开播了啊，直播了啊，进来吧，像章鱼了。还有冰棍、苹果，快点，马上开始了。